笑他什么？咱们走着瞧。妈，你看看你后面有没有人？没有啊。什么情况？我跟你说，刚才楼下一直有一个男的跟着我，我还以为他跟上来了。估计是冲着我来的。如果他下次再出现的话，你就赶紧报警。哎，咱家是在三楼还是五楼啊？咱妈没事吧？你要干嘛？你来动我妈，我弄死你鸡巴！当然。追他！追他！追！干什么呀？你放手！你再赶紧包饺子，不怕你穿鞋。你知不知道你真动手了后果是什么？老板说了，只要您愿意来双河，这时间上是完全的自主，你想上班就上班，想休息就休息，这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陪伴祖母的呀。你这荒野大半天了，我是什么时候动手？我玩的是出其不意，看心情。你也看心情。那我跟你说，你要再不动手了，我就看你那个心情了。还有，我要辞职了，我马上就得找着了，还动不动我妈呀？小红书。